Hello，大家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这个天天炫斗啊，然后玩这个龙七啊。我们昨天这个还可以再串点角色是什么意我的思？枪将刺穿。就一个人玩好几个角色，都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还是玩第一个就好了，练一个人都比较麻烦啊。是什么意思啊？10月17到23，狐狸送不停。S 级稀有称号，这拿来干嘛？不管了，我们直接去闯关啊！升级的，升级，都把它升到7级，有金币了。过任务去啊！温泉乡煞星，单人挑战。哦，这个60几万战斗力，亲民。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炫炫头像啊。你们说什么话？这技能要按住才会戳了这么久的。然后呢？BOSS 来了啊！我的不耐烦。BOSS 照样虐你。过了啊，这么轻松。哎，昨天都是拿金币的，今天没拿哎。不知道干什么就点他头像啊。哎，这个可以。你穿戴的，我这是10级啊，比这个还更好是吧？总共战力加80，穿上。那你拿来就没用了，卖掉。这什么意思？使用钻石起伏10次。该任务每个价值完成一次，那不管它。我们主要是过任务啊，这个过了有鞋子对吧？加个为谁心为谁眷恋？出！要是这个画质能再做的好看一点的话，这游戏应该也是蛮不错的，而且还是蛮喜欢这类过关这样的打人的类型的游戏啊。那火影忍者手游也就是这样的类型，就是砍啊。哎，BOSS 来了啊！这什么声音？像是被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一直啊叫啊叫啊叫的？我又升级了。每过一关，这个就可以捞这东西了。我玩好游戏，慢一下。你们玩游戏不玩游戏，慢，吵死了。啥意思？怎么还有语音跑出来啊？
这什么玩意儿？萌萌哒，萌萌哒是什么鬼？还有饼干，还要升级，这个游戏麻烦死了啊！又可以升级了，哦，鞋子可以穿了啊！这个腰带又可以穿了，加起来又比刚才又多了啊！这鞋子，这鞋子可以卖掉啊 ，D 级的就没什么用，低量出售，这两个都卖了。我只留好的啊。日常，这还有日常的吗？星星挑战招财猫是吧？昨天好像打过一次招财猫，好慢啊，还要等半分钟，不是半分钟，是一分半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要等这么久，是这个哪个脑残设计的这种 bug，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招财猫还一定要等40几秒以后才能出来，直接出来不好吗？对吧，直接出来直接砍就好了，浪费我时间在这里看着等待着招财猫。这个装备穿上去之后，它这个服装都不会变啊，要是服装也能变的话也好看一点，比如说你出的装备换上去就什么装它就变成什么衣服啊，像那个叫什么奇迹暖暖一样的那种衣服变化，那就好看了。招财猫哪里？怎么打才好才算有用啊？你之后的气造成360点，造成6点伤害，还能再显示啊7点伤害。这是暴击的伤害是吗？造成12点伤害。秒钟快结束了，马上要去捡钱了，爆炸！好多钱，好多钱，一分都不能落下啊！刚才奖励5天。97，你比昨天还低，还不如直接挂机自动打，感觉自己萌萌哒。起伏什么意思？花20起伏一下，这等于抽奖啊，直接说抽奖就抽奖嘛，还起伏。爱心，我有爱心吗？
新人专享什么鬼？他又要充钱啊，这是坑钱的啊！我才不充啊！公路，妹妹，你的要约我的家啊！第三件神器一直在黑市中流转，现在没有，啥意思？这个有个邮件啊，一件删除，一件提取啊，这样就轻松多了，不像那个那个什么招啊，阴阳师，阴阳师那个不能一件啊，好麻烦。这个啊，他的眼睛会干嘛？我人在哪里啊？哎，哇，还骑摩托车啊！这怎么有点像那种叫什么游戏啊？够往前冲，破坏前面的储物枪。哇，铁马枪突突突突突扫射啊，这子弹是无限的啊，有子弹限制啊，114个，杀杀杀杀杀杀，暴力女汉子拿着这个枪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前面枪有机械，小心！我的枪比他枪稳多了啊！子弹打完就拉倒了。啊，警车，警车，把警车打爆！哎，打爆还能把我们炸开啊！打警察，你还敢打警察？扔开啊！就这样过了。反正都按他提示的点呢，他要我点哪里，我点哪里呗。我的主人能不能打？然后呢？现在我们要干嘛？蓝豆之城，炫豆之城是什么鬼？咦，这个有凯莉。总归有人有情魔吧？有人。这些人都干嘛的？黑猫警长。朋友召唤了啊，小莫说我是什么山海经，那我们邀请这个吧，你这个邀请啊。哎呦，这么多警车啊，顺着警车的方向打爆箱子，有枪点啊，没枪啊，今天啊，这把拖死你。哎，这个是什么鬼姐姐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搞破坏啊！打警车！
突突突！这么多箱子，用个枪给我玩两下。电子梯那种游戏是吧？搓搓搓两下就搓完了。现在的电子厅都快关门了，倒闭了。现在我们这边小地方还有一家，已经也准备那个转了，但好像没人需要转，没人转。那也没人玩那个游戏，基本都是那些游戏是吧？电脑上面基本上也都能有。依然没蓝了啊！这是怎么补蓝？这什么鬼呀？等一下，我调一下键盘。这地方应该要再加一个啊。我才刚改个键位啊，那个就打赢了。月牙这地方干嘛用？点击开始闯关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吧。闯关这又有点像那个叫什么生存挑战啊，火影忍者学的生存挑战，还是修行之路啊，就一关一关闯下去啊，应该到后期可以直接那个扫荡了，对吧？啊，直接过了啊！波敌人接近，那天天线都应该是出了很久了啊，以前也没怎么玩，也没去关注这个游戏，最近来看嘛，玩两下。因为好像以前还有很多人玩啊，它的下载率有的还挺高的。好友榜开放，你已经成了第五关。恭喜你！我操，这边9000多名。好友榜我竟然排十几啊，16名啊！第一名是谁啊？娇媚，青柠，继续闯关啊！快速传达，购买属于，购买三关啊！这个还可以直接刷关呢、啊。我操，这一关不好打了！哇，血气好多！打他们怎么不去血啊？现在战斗力不行啊！我操，打他们都灭死！开这个招，这个招都没人啊！不行，要被他干死了是吧？直接死了，复活个球不复活了啊！打他们都不去血，怎么打？我要变强啊！没狗粮，狗粮去哪里搞？
装备升级啊，升级，好升级，我们按他这样的写升级，升级啊，这就要这些东西升级啊。这不是用金钱就可以直接升的啊，那我这些都不够怎么办？后面不是升不了了？升点吧，能升就把它升了啊。哎，装备不够了啊。头衔考试啊，未达成两个技能达到十级以上。选题了吧，这是达成了吗？战斗力达到5万，个十百千万5万，我现在才4800多的战斗力啊，不闯关了，闯不过去了啊。日常任务活跃任务领取一下，到这怎么玩意儿，强化啊，金钱就没了。活跃任务完成一次阶级的，反正就这个活跃任务按它的自动去寻找。为啥可以打钻石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让你游戏钻石本周二什么什么什么？还有没有免费的啊？我是日本鬼子。好像我这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就按了这个点。哎，我要打谁啊？我是日本鬼子，好溜啊！不死了。然后呢？那闪电是谁家的闪电？闪电就这样打完了是吧？我是日本鬼子，这么矮，应该是结束就这样子才能分清谁是主角啊。如果你他邀请我，我肯定也是变得那么小了。这要打多久啊？他啊，终于爆起来了。压着打，连个反手之力都没有了，直接把他夹死了。三个 S， 这就表示打得很溜，是吧？现在这经验值这么低啊，还摸到钻石了。这话说这个钻石要充钱的，对吧？日常任务又做完了一个啊。这个宝箱可以领了，当前活跃动作已经完成，升级可以开启更多活跃，升级升到了六级，那个前往去挑战一下啊。他这每天就是做任务吗？对吧？我们要邀请一个好朋友啊，我们都要花钱去邀请。91级、92级，这些当然都好多好高级，那就直接邀请这个啊。嗯，我能操死你死妈妈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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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
对你妈那个比喻。呀，这游戏怎么搞的？为什么突然冒出语音来啊？我也没点语音啊。随意炸药桶，砰砰砰！这个把他打掉，打不掉啊！我操！boss 来了，小心两边的炸弹啊！那个有人吗？我想咨询一下问题啊。为什么这个能听到别人说话啊？我没开启要听啊。我在哪里？我把那个小的看成了我自己。原来有炸弹是可以把它敲掉的啊！我又看到小的了。过了啊！升级的，幸福，什么意思？福利中心，那有狗粮了啊！宠物饼干啊，五千花30钻啊。这有个禁忌啊，我们去看一下禁忌啊。那上方，我现在战斗率5100啊，5100，这个沉默的小丑4700，我们去挑这个啊。什么意思？结账榜，现在时间不让花了啊，不算了啊。这个玩的还有时间段呢，我们宠物这个玩法说明是进化一只宠物，这个开启宠物证玩法，前携带的宠物将化为正脸什么什么。但这个宠物哪一个比较好的呀？每40小时免费收集竞技钻石。最高至成绩，精华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不玩这个先不管它了，哎，买错了就浪费了。这个升战斗力好快哈、啊，最后再打一把吧啊，剩下明天晚啊，这呼朋好友都已经呼完了，加的好友越多免费越多，这么多都不免费啊，还越来越多免费啊，这些是刚才已经邀请过的啊，现在就要用钻石是吧？然后每12个小时就可以免费邀请一次，我这一只要把警车打爆啊！我操！就算被你打飞，我也要打到警车，碍事。
突突突突突。吃蓝补一下蓝的呀，六金车，钻石在哪里？还得把大枪。他们加个角落的，boss 连还手机位都没有啊！飞过去，拿这么大的机关枪啊！升级了，31级开启生化模式啊，这等级越高有的玩法也就更多啊。那好吧，我们差不多今天就玩到这吧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跟每个视频点击订阅点赞。